大概只有一辆小车，这打车的大喇叭，是不是有这么等？不知道是他看好了还是死心了？嗯，说他要打个车的话，不是，这车长得太鬼了，有点不像老火车。这个早餐店卖的早茶全是现做，反正就是它不论是粥啊还是肠粉都是现做的，很紧张。这个对于打工人很不友好，打工人没有那个闲工夫在这等。这是广州早上的街道，我知道。嗯，有些很悠闲。黄皮鸡丝，黄皮十元一斤。好，别给我插起花花。有没有其他？豆包，豆包。